谢谢哥，趁我们明天还给你。这下面为难没有紧精神啊！谢谢大舅哥。热死了，车里也跟蒸笼一样。哎，人呢？嗯，你不上车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这些都是易燃物，发动机高温护膨，容易引发自燃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你小点声。他怎么这么跟你说话？职业病。你们俩快走吧。走。嗯，香水。 充电宝、防晒喷雾，怎么了？车上怎么能放这些呢？又吵吵啥呢？那个，这车上怎么就不能放这些了？你小点声，可不是咱的车。车上别放易燃易爆物、太阳直射温度高、极阴气车辐射。哎呦，求你！小车，咋的了？弄啥呢？5分钟了，搬过来，赶紧搬过来。啊，这才5分钟，车里温度就70度了。哎呀。 哥，这都得拿着，收起来吧，太危险了。走了，出发。哥，又咋了？有味儿。哥，他说你有味儿。啊、香水都不让喷的，人没味儿吗？不好，车上自燃了。呀，发动机冒烟了。车载灭火器呢？哥，车载灭火器呢？啥？啥车载灭火器啊？哎呀，我去看发动机盖。烫死了。 不要开机盖，氧气进去会加剧燃烧，应拿车载灭火器，沿机盖缝隙喷射。啊，这好端端的发动机怎么会着火呢？哎呀，我上周末刚改的这灯呢。我说的，车辆私自改装电路，最容易引起车辆自燃。哥，你把这么个车接我们开，是想烧死我俩吗？哎呀，不接了，走了。哎，这魅大真是不中留了。